面上是安乐区的旧面粉厂空地，由纸风车剧团进行精彩的互动演出，吸引许多亲子来参加。小爱爸爸谢国良特别喜欢这样的场合，也到场关心，为活动的开幕进行祝福。哇，今天天气很好哈，那今天很开心，谢谢任团长带着我们纸风车到基隆这边来表演。其实一到冬天啊，大家都很常下雨，所以呢，我们难得有好天气，一定要出来走走。那国良也跟大家报告，我现在目前也很努力的在推动我的室内的儿童乐园的这个这样子的一个计划。那大概一个规模左右，大概就是100到100出头坪。好，那目前我有规划两个地点，一个呢是在信义区行政大楼的顶楼大礼堂，一个是在七堵区行政大楼的大礼堂。那因为这个地方以后都可以拿来冬天下雨全天候可以拿来做亲子的活动，所以我想跟大家报告一下这个事情。我希望能够在儿童节左右，希望能够把它落成，让大家来试玩看看。那最后还是谢谢任团长办这么好的活动，那我们就赶快来欣赏吧，谢谢大家，谢谢。哇，今天好开心！而透过剧团精彩的互动演出，让现场的欢笑声不断，亲子同乐相当的温馨。另外，现场一开始还有安排内寮社区的小朋友进行打鼓的表演，展现平日苦练的成果，也获得全场观众的掌声。记者黄日升、纪勇报道。